后面人往哪里跑的还不晓得，海军陆战队，你看有男的有女的 ，Go！ 哎，还翘着脚啊，哎哎 ，Go！ 两只脚抬下，往上抬，所有的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提起来，提起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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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十二点钟是大部分人进入梦乡的时刻。却有一群孩子在这个时候醒来，开始暖身，准备进行密集的溜冰练习，直到天亮，练到全身都没力了才能够休息。教练绑鞋带。弯曲，膝盖弯曲，膝盖弯曲，不要憋气，啊，要忍，啊，姿势越低的话，坐起来的时候啊，动作的话，在冰上就很吃香，啊，别忘记了。每天学校下课后，就是蔡教练忙碌的开始，因为在台中许多学校里几乎都有他的溜冰队队员，他必须到处赶场监督大家的练习。特别是处理一些意外状况。喂，你好，今天就有讲要练的，但是有事情要跟我讲啊，不是现在要出门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才要跟我讲说他现在是怎样，那这样就不对了。下雨天没有休息啊，台风天也没有休息。我们上课就是，啊，只要能练的时候就一定，啊，时间都是一样。啊，落雨天嘛，赶快了，因为孩子那时候那还在啊，人家赚钱的，下雨天也是要出门啊。就是怎么那么久没有打？你在做什么？打电脑吗？还是看电视？有没有？老师讲，有没有？会这么在乎孩子的练习状况，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蔡教练是义务教学，队里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家里环境不太好，或是在学校比较不会读书的弱势孩子们。蔡教练希望让他们借由溜冰可以找到自信，也为他们未来的人生找到一条宽阔的出路。80年到现在的话，至少有5000多个，有的在街上碰到他也不认得他，只有他，有时候他先叫我才知道他是谁。他煮几锅饭？应该平时，因为他们要行山的时候，有时候会煮2锅，不然都差不多1锅吧。还好，因为我们都吃，不是说啊特意一定煮多好吃，就是家常菜这样子。
但一定要叫他们吃饱就比较重要。我再喝两碗。快要吃啊！哦，你今天好幸福哦，这么多美女陪你吃饭。就好像好幸福一起吃饭。吃不够要讲。这些孩子有的是家庭单亲的，那我就会特别的喜欢接待这样的孩子来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也一方面哈，因为有的是阿公阿嬷照顾的话哈，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来住这边的话，长辈不用那么的奔波劳苦啊，要接送。那来住这边的话，那我也会可以多关心他们一点，让他们觉得说，哎，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人关心过他，那对他的以后的对人生的态度也会比较健全，然后觉得说，哎，社会上其实蛮多的人会关心他，他会觉得会懂得自爱的，然后我会愿意，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子来看待。虽然自己也有两个上了大学的儿子，但有了太太的谅解和支持，蔡教练更无后顾之忧地为这些溜冰的孩子付出。但是穿在脚上的冰刀鞋一双起码都要上万元，孩子们无法负担，教练只好自掏腰包。看这架上满满上百双的冰刀鞋，可全都是教练为孩子准备的。两年三年进前的时候，没有当时一个三年的工给一双，那现在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差不多有一双可以穿的，那每次去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同时两个人到或三个人到，所以变成鞋子不够用。王子，真来呀！你终于来，我好看。嘉哥，赶快过来啊！我有跟你拿鞋子来呢。平日在台中用直排轮做练习，但到了周二和周五晚上，就是溜冰队员们固定要坐游览车上台北练习冰刀的时候了。观众很大，太阳很大哈。枕头啊，带枕头吗？带睡觉用。对啊。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先小睡两个小时，啊，到台北的话把他叫起来，当然是起来的时候很累啊。在一分钟，所有的人啊睡觉，啊睡觉之前的时候啊，请你把你的夹克啊带在你身边，啊等一下冷的时候啊就披上你的夹克。千里迢迢地来回赶了300多公里的路，只因为唯一一座符合比赛标准的冰场在台北，这些小队员们牺牲睡眠，自愿和蔡教练一起辛苦北上练习。他们相当把握这样的训练机会，虽然辛苦，但这个固定的行程7年来从来没中断过。啊，因为白天的话，场地的话，一个小时租赁的话要20000块。现在目前的话，用晚上的，他们又有跟我们打折，啊，变成6000。请你啊，要做出你的水准，跟你的标准出来，你不要摸鱼，啊，你摸鱼的话，教练看很清楚。来，下去的时候注意，别啊，跨过去，啊，跨过去，跨过去。你用美工啊？还 OK。现在开始怒火的时候，身体就扛起来了，胀起来了。怒火中烧。那个指引的话，我叫他上去啊，叫他不要在那边要溜不溜的。加油加油！4岁的小玉今天第一次跟着大哥哥们来台北，大部分的孩子从直排轮跨到冰刀，第一次下冰时都和他一样相当的兴奋，怎么摔都不怕，也因此爱上滑冰场上的世界。其实蔡教练还肩负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他正在培育台湾的短道竞速滑冰选手。这项运动在台湾相当冷门，罕为人知，所以也完全不受到重视。但蔡教练和他的伙伴们却深信，这个运动可以发展，也有远景。这个项目的话，在奥运上面的时候，它有八面的金牌，而且是个人的啊，所以说现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啊优秀的选手，所以说国家在这方面的时候还没有知道说这个是属于我们亚洲国家啊的体型。讲求技巧的短道竞速滑冰，特别适合身材娇小的亚洲人，加上又是冬季奥运的指定比赛项目。训练一个选手就有机会拿到八面奖牌，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重点发展运动。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是这个项目的常胜军，其中韩国又特别在这个项目称霸世界。这个是什么？国家代表队的外套。要参加什么比赛？就是亚洲杯。而台湾有80%的短道竞速滑冰国手都在蔡教练的溜冰队里，但这些为国争光的小国手们却是在这样缺乏资源的环境下，靠着自己的毅力一步一步地向前进，和其他运动项目相比的确相当的艰辛。好嘞。小时候可能就说要听到凌晨要练习，就觉得很夸张，就很想说这应该是不可能办到，然后现在就已经习惯一阵子了，所以就还好。没有，就是礼拜五回去，就礼拜六早上到家就会马上瘫下去，就没有什么力气。那都要跑那么远，你会不会就想不想练？还好耶，因为都很喜欢滑冰的，就那么这么远还是会去啊。孩子们的体力果然还是比较好，回到家睡个一觉马上又是生龙活虎。倒是上了年纪还曾经受过重伤的蔡教练可就累坏了。先睡觉，先睡觉一次。再简单点。他就对我们大家都很好，虽然有时候很凶。他对每个运动选手都很照顾，然后就三不五时都会跟他聊天，或者是讲一堆大道理。然后有时候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也就开始说一堆大道理。因为别人看他就觉得哇好凶啊，教练好凶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是觉得他。心肠很软，就是对小孩啦，他虽然讲都讲得很严格啊，很严厉，其实他心里暗地里都会为学生着想，就他表面上做的好像都很严格很凶，但他私底下都帮小孩做了很多事情。那今天觉得怎么样？肚子有没有消一点？胀，还是胀的是吧？这边比较痛。这边比较痛。那你那边有一个疤痕，就是以前开过刀，那就是粘连可能在那一个地方。多年前因工作意外让蔡教练下半身严重受伤，虽然从鬼门关前逃过一劫，但脆弱的身体还是不时会引发一些毛病，
让他时常需要回到医院报到。豆浆啊，牛奶啊，那个都喝一罐。那个很多事情的话都不可能说静下来，只有说做完的时候我就会睡觉。像昨天晚上我就又从应该是到四点才睡了，然后睡一个小时，五点他们起来我就跟着就起来了。哎，你好你好啊，我是教练八号，我们要上去哦，有20个人，你看看能够帮我找那个看有没有那个1000多块的左右的，然后4人房的分担下来差不多可以在3000至3500里面啊。对，男生女生要分开的，男生女生要分开。因为比赛在即，虽然住院，但蔡教练还是挂念不下外头选手们的状况，顾不得自己的身体，蔡教练还是决定请假离院，陪孩子们参加比赛。在下面等你吗？今天是要溜轮子，还是做地板操，还是跑步？跑步。一年一度的亚洲杯短道竞速滑冰赛即将来临，知道教练抱病出院陪大家练习，选手们每个人都相当的感动，一大早就要起来跑个10几公里的山路特训，一个都没有缺席。为期3天的亚洲杯短道竞速滑冰赛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这次一共有来自亚洲国家7支队伍参赛，其中又以训练有素的韩国队实力最坚强。虽为主办的地主国，但是由蔡教练领军的中华队受限于场地因素，平时真正下冰练习的时间远远不及其他国家选手的1/10，但凭着一股不肯放弃的毅力，蔡教练和他的小选手们还是相信自己会有好的成绩。好紧张，换我比了，没关系，一定惨电他，一定被惨电。他现在笑得出来，他出来就变这样了。哥哥加油，哥哥加油，加油！让他跟我拍拍是什么意思吗？他说要保重。现在世界最强的国家啊，目前都是在我们亚洲哦。每次在比亚洲杯的时候啊，我的心态就是，孩子的话有认真，秒数往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啊！但是如果是得到奖牌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跟真的是从内心的话，都快流下自己的眼泪出来说，我们今天有这种成绩的时候，我从自己内心的话一直在想说，孩子付出跟爸爸妈妈的配合哦。我一直都很感谢他们能够把孩子交给我。The second and the winner of the silver medal fro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30, Yu Xinlin.
比赛成绩揭晓，蔡教练的选手们拿下了少女组2000公尺接力赛银牌，而还在念国中的玉慈则夺得个人1500公尺的银牌。哦，要自己拿回去。滑冰很好玩啊，喜欢速度啊，有速度很刺激，然后就越来越喜欢。我想成为台湾第一个参加冬季奥运的选手，因为就不要让台湾一直荧幕在每就是大家都看不到，至少要就要跟王建民一样，让大家看到台湾也会发光发热。这么伟大的目标，谁教你讲？还是你自己想？自己想的呀。哎，那你怎么受伤了？跌倒。还不错，他那个也没有哭，也没有叫了一声，只有来医院的时候，看着他在看电视，没有在看书。衣服。他觉得没有在场上留穿衣服也好。你不知道他多渴望出门，尤其是能听到可以去看到滑冰，马看到溜冰。从这位同学练习时摔断了腿，但推着轮椅还是坚持要到学校看大家练习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有多热爱溜冰了。其实他们如此投入，除了本身对溜冰的热情之外，更重要的还包括了他们对教练的照顾，充满了感恩之心。因为我就是家境不是很好，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没有钱去上冰或者什么的话，然后教练都会资助我，然后有时候就是想放弃的时候，教练会鼓励我，就是继续支持下去。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学到，就是有时候遇到事情有困难的时候，就是可以坚持下来。对，我脚受伤，成绩又跟不上，阿周就有一段时间会有想说，那我干脆放弃。啊，可能后来是因为蔡教练。他就拉了我一把，就把我拉进浩中高中就读，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你干嘛？他给我就是刻苦耐劳，就是观念跟责任，这个给我的话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自己年轻时也遇到一位好教练，因为自己生命垂危时也遇到一位好医生，因为自己有理想时也遇到许多支持他的朋友，蔡教练的生命当中充满感恩，所以他也要继续把这样好的心意透过溜冰，让更多的孩子也可以带着这颗热情前进，继续传递下去。